頭先阿潘同學所講咧，今日的確咧係有好多師兄師姐嚟支持你哋噶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有請去年嘅紀律訓練營嘅畢業生，亦都係今年 Form 4嘅同學咧，就有一個致謝詞嘅，有請林文冰同學。主席、各位總理、各位嘉賓、校長、各位家長、各位教練、各位同學、各位師弟師妹，大家好。今日好開心可以嚟到呢度，代表學校喺呢度講下自己嘅感受。咁想同主席講翻啦。咁我哋經過咗呢一年嚟啦，咁其實我哋經過咗一年嘅沉澱，但係我哋嘅心依然好掛住啲教練，我哋亦都有一顆雄心壯志，因為教練之前所講的每一句說話，去到而家依然在我哋心頭入邊啦。咁喺往後的日子，我哋亦都希望可以繼續咁 keep 住落去。咁今日見到一班師弟妹企得好整齊，做得好好，咁我哋嘅心都覺得好開心。因為可以見到我哋嘅師弟妹亦都可以有呢一個受惠。咁我哋喺呢度非常之多謝主席啦，各位總理，各位有份籌辦的嘉賓，咁俾呢個機會我哋去學習。希望未來嘅日子，我哋可以有機會為局去貢獻，成為呢個社會嘅棟梁。希望唔會令你哋失望，亦都可以完成到你哋希望為呢一個 camp 所帶嚟嘅各種嘅效益。我哋希望我哋可以做到，可以達到你哋嘅目的，成為你哋嘅驕傲。多謝曬，多謝曬林同學。現在我哋進入程序10，宣布畢業。有請保良局領袖紀律訓練營項目總監盧錦昌先生。主席、陳總理、總監、各位嘉賓，當我未宣布大家畢業禮之前完成之前，我想有一個特別的任務，是我會今次裏面會特別要求會有一個獎，是過往裏面我未頒過。我很記得你們第一入來的時間，你們的體質、你們的鬥志，令到每一個教練都為你而擔憂。我們第一天做了少少活動，已經暈了幾個，但是今天昨晚我們捱到成3點鐘，今天你仍然站在這裡。最大分別就是你們的鬥志。這幾天裡面你們經歷過眼淚的洗禮，昨晚你們都將你自己的重生裡面去 認識過你自己有什麼不足之處。今時今日我們說香港的小朋友不懂得珍惜自己，所以他們可以吸毒，他們可以做援交，他們可以欺凌，他們可以自殺，因為從沒有珍惜過自己。但今天裏面，你們在這間學校的學生裏面，給我教練有一個很大的驕傲。你通通有一個同學，他身體上面可以告訴你，他有千萬個理由不來這個訓練營，因為不來這個訓練營選擇逃避的香港學生大有人在。但他不單止不逃避，他更加去積極地面對每一天。他想參加活動，每一天都是哀教練可不可以讓他參與。他很想行石架，他那晚跟爸爸媽媽哀了很久。昨晚他想爬高牆，要他看真是不應該去做這件事，不應該做這些活動，但他都去做。一個原因，他不會讓他的身體的不適去阻擋他自己一切。正正這個就是胡聰裡面所表現的精神。你們不單止去挑戰了你自己，跨越了你自己，更加重要的一件事，你們是一個生命鬥士。當我們面對社會的洪流的時間，同學，請你拿回你的勇氣出來。保良局的資源是很寶貴，但他願意放在你們身上。其中一件事，他們知道肉不啄不成器。今天我很想表揚這個生命鬥士，他不單止俾到我哋自己睇到，同我睇到我哋向嘅效法，連教練都覺得值得去向嘅效法。因為佢唔係單止跨越高牆，佢跨越咗人生裏面一個好大嘅障礙。同我一直以嚟，你哋嬌生慣養一班嘅
學生，你們好少去感恩，你好少去珍惜，同學請你珍惜你自己。湖中中學是需要出征的，因為你們有一個好的生命導師做你的榜樣。雖然你們去離開學校只是一年的時間，同學我覺得你們應該以他為驕傲。我很想請主席顏總理和他的父母一起出來頒這個獎。這個獎，這個獎品本身是我們之前做了制服做得不好，我們要退貨，但是今天我不退貨，我要接受這些不足之處，我要將這個獎項留為給這個同學。因為我看到湖中的學生裡面有生命鬥士，我很想請這個生命鬥士克服他自己身體上不適，他完成了所有訓練。有請胡仰年同學，也都請胡仰年的同學的父母，請你一起出來。有請主席顏總理，同埋請所有嘉賓，同埋請一直以來帶領學校裏面做得非常好，能夠你哋一個好中學嘅校長陳校長一起去頒呢個獎。我要你，是因为我是湖中的一份子，我要跟你们一起承担这一切的训练惩罚，一起，因为我是湖中的一份子。多谢大家，一起努力。有请各位嘉宾留步，我哋有一个毕业嘅拍舞仪式。不过呢个拍舞仪式之前，我都想请我哋一班好重要嘅嘉宾，就系、其实喺里边做咗好多嘢嘅。我有请我哋嘅两位教育部总主任杨总主任、刘总主任，同埋主管莫主管一齐出嚟。亦都请我哋呢度当中后边，我哋一齐支持我哋咁多位校长，请你一齐出嚟，同埋副校长同埋老师一齐，请你出嚟，我哋主持呢个毕业嘅拍舞仪式。我在這裡代表保良局主席正式向大家宣布，大家今天的畢業訓練營正式畢業。我們將會舉持三聲的歡呼，當第三聲歡呼之後，由主席數一二三之後，大家將你們的帽拋到最高，預表你們準備完成了這個畢業禮。我們為我們的主席，為我們嘉賓三聲的歡呼。第三次之後，跟住由主席數一二三之後，就準備拋舞嚇，嘻嘻，主席，一、二、三。